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印海荣。浓浓的年味儿离不开吃，家人围坐，其乐融融，年夜饭成了整个春节的重头戏。今天这顿春节大餐，我们起个好听的名字，就叫吉祥如意吧。相较于前人热衷的肉食，宋朝人啊似乎更加青睐蔬食淡味，认为蔬食植根土壤，下接地气，上承雨露，顺应天时，是最接近自然的食材。那么今天的这顿年夜饭具体有哪些菜色呢？下面我们就从南宋诗人食神陆游的蔬食戏书中去了解一下。蔬食戏书，南宋陆游。新金酒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炙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桂针俱感杂肠转，桂炊一米圆比珠。还无此味哪复有，日饭脱素焚枯鱼。人生口腹何足道，往往作揖七尺躯。山荤从今一扫除，夜煮白食兼阴符。刚刚我们朗读的是南宋诗人陆游的蔬食戏书。今天这顿年夜饭啊，陆游给咱们张罗的是川菜。咱们印象中的川菜啊，以善用麻辣调味著称。不过咱们换换口味，看看宋代时蜀地菜色清鲜的一面。新金酒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炙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意思是说，新津这个地方啊，栽培的韭黄，无论色泽还是长度，都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东城门的猪肉更是蜀中一绝，味道一点儿也不亚于胡杨肉的酥软浓香。桂针俱感杂肠转，桂炊一米圆比珠。这么珍贵鲜美的菜品，怎敢和一般的饭食掺杂在一起食用呢？所以诗人想到了用桂树做柴烧出来的薏米饭作为主食。还无此味哪复有，日饭脱素焚枯鱼。诗人发出感叹，回了吴地，这样的人间美味哪还会有呢？只能吃糙米就着干鱼。吴地，这里指的是诗人的老家山阴，也就是现在的绍兴。可见四川的美食给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成都宦游多年离开后，依旧对那些舌尖上的滋味念念不忘。人生口腹何足道，往往作揖七尺躯。山荤从今一扫除，夜煮白食兼阴符。这里呢引用了《神仙传》里仙煮白食的典故。传说有个仙人修道了2000多年，平时啊常煮白食做食物，被称为白食先生。这里呢作者笔锋一转，认为口腹之欲不重要，甚至对人的躯体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因此他决定解除荤腥美味，修习道家养生之术，改吃蔬食。这是在表达自己的淡雅性情以及清新禅定的精神意趣。陆游在品尝美食的时候充分调动五官感受，我们仿佛能够通过他的诗句感受到荤腥过后人们享用蔬食的视觉味觉上的满足感，以及新春里溅起的盎然绿意。
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年夜饭的佳肴里啊，丸子叫团团圆圆，饺子叫招财进宝。无论是餐桌上的菜品，还是饭后家人围坐守岁时的蔬果，都被赋予了吉祥寓意。吃完丰盛的年夜饭，我们继续在画作中来一个饭后果盘，顺便感受一下文人在水果中赋予的吉祥寓意。这幅南宋画家鲁宗贵的吉祥多子图，又叫橘子葡萄石榴图，整幅图设色鲜艳，构图紧密，画中描绘的三种水果彼此簇拥在一起，第一眼看上去啊有些凌乱，但仔细观察后发现画家将它们布置得密中有序，繁而不乱，营造了果实累累的视觉效果。我们先来看最前面的两只石榴，一只显然已经熟透，果皮都裂开了，露出了鲜红饱满的果肉，另一只呢藏在后面，露出尖尖的蒂。石榴籽多，所以有着多子多福的寓意。石榴后面有一串水果颗粒饱满，按照画的名字来说啊，应该是葡萄，但画中的果实颜色棕黄，表面有些粗糙，叶子细长，和宽大鹅掌一般的葡萄叶截然不同，更像是桂圆。但无论是桂圆还是葡萄，都被赋予了富贵圆满、多子多福的寓意。画面最后的圆球形果实就是橘子了，橘子也被称为大橘，在古音里呢和大吉同音，所以有了大吉大利的含义。时令蔬果被视为清供，人们甚至将翡翠雕刻成白菜，寓意吉祥如意。这些蔬果在隆冬里增添趣味，传递着人们迎新祈吉的美好祝愿。新春佳节，远方游子也要回到家乡，阖家团圆，其乐融融。那些年复一年不曾改变的年夜饭菜式，承载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特殊情感。